松江武术学校。山东运城是《水浒传》主角宋江的故乡，全中国最大的武术学校宋江武术学校正设于此，学制从小学到高中，规模宏大，校内基础教学设备齐全，设有散打、拳击、跆拳道、摔跤、柔道、影视等专业课程。校区设有学生宿舍、教学大楼、大型教学综合楼、狗娃大剧场，以及一座仿明清古街的水浒文化旅游城。旅游城以水浒故事作为主轴，展现水浒武术文化，可观赏到学生武术教学的学习成果，也更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松江武术学校所培养的狗娃艺术团曾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演出狗娃闹春，相当轰动，响名海内外。另外，学生们在文科、武科的表现也相当优异。校方本着以德为先、弘扬国粹、培育英才的精神办理学校，是一所办学出色的专业学校。